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渔心广场啊！呢度嘅商店林林种种，包罗万有。无论你系想解决日常生活所需，定系想入手得意小物，呢度都可以满足到你噶。今日一于等我带大家嚟睇下有咩日常好物推介啦 ，Let's go！一对舒适的运动鞋可以令你做运动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。Sports House 为大家提供多款时尚运动鞋，无论你想跑步、行山定用嚟衬衫，呢度都总有一款啱你心水噶。苏德摩提供多款无添加高质食材，无论你想揾日本和牛同豚肉，定系时令新鲜水果蔬菜，以至世界各地嘅调味料，呢度都应有尽有啊！当中生活百货区仲设有大量12元日替家品、特色市集同各款人气家电添。提提大家，苏德摩定期都会推出唔同嘅优惠噶，记得留意啦。男士们想亲自帮屋企换上全新形象，或者进行小型维修，就要入手 Home Mart 嘅装修好物啦。至于想成为家务达人嘅女士咧，呢一堆煮食法宝就可以令你摆脱模范主妇嘅身份啦。另外又怎可以少得我手上这个打扫好帮手呢？ JP Living Star 搜罗多款日本小物，啱晒挂住家乡的你们。这款富士山樱花清酒杯由人手制造，有齐4款颜色，无论送给人定自己用都绝对大方不失礼。今日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嘅必买 item 嘅话，就记住留意 Nina Mo 嘅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